首先来到名城大厦上方的沙流之庭副本处，除副本，我们视角向右边移，向西北方向走过去。走完之后，这里有一个。走完之后，接着我们西北方向飞，飞过来这草丛旁边有一个，接着往左边走，往西方向走，往这的树这里，大树这里，往这里走过来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。捡完之后，接着我们往前面走，稍微往这西南方向这里走过去，右边的树灯，往右边探，右边这里有一个。捡完之后，左边绕过来，这里还有一个。接着往右边探，北方向，沿着这的樱花树走过去，在这树灯旁边有一个。捡完之后，我们往东北方向走。走过来，这里还有一个，接着往北方向探，北方向走过去，在前面这个石柱子下面有一个，接着往右边探，树灯的后面有一个，接着我们冲到名神大厦锚点处，出锚点向右边走，然后这个神滩前面，这里有一个，我们爬上去，直走。往左边转，这里有一个，接着往前跳，下面还有一个，接着我们到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这个上面还有一个，在这我们往前走，往左转，左边这里跳下来，这树旁边有一个，接着往右边走，右边这里还有一个，接着这我们右边往下跳，往这的西北方向跳下来，差不多到第二棵树的时候，就下面这第二层的时候，我们往下跳。在左手边有一个，捡完之后我们回头向东北方向走，回来我们再跳下来，这里往东方向飞过来，这树的前面有一个，捡完之后我们沿着这台阶往上走，直直往上走，走上来往右边转，这里有一个。捡完之后回头，接沿着这台阶往上走，我们往左边转，接着藤蔓，我们沿着藤蔓往上爬，一直往上爬，爬上来在这右边台阶的右边有一个。捡完之后，我们沿着这台阶接着往上走，到这雷种子的前面，这里有一个。接着传送为名神大社，出锚点视角向后转，向西南方向跳下去。跳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稍微的往后探一下，往北方向探一下，在差不多第二层的这里有一个。打完之后，从右手边往下跳，东方向这里飞过来。这个山上这里也有一个，接着我们向左边走，西北方向这里飞过来，往上爬，爬上来，接着我们捡一下，往上飞，一直踢上去。一路踢向南方向，这里踢过来，一直踢上去，这边稍微踩一下，好，飞上来，这里有一个，下面有一个，捡完之后我们向左边走，左边这里有一个，接着向东南方向走，从南方向这里跳下去，那我南方这里飞多少，这是山壁这里有一个，捡完之后我们向南方要飞，这门的这个前面有一个，接着向南方要走，
越多是山的狐狸。在前面有一个。讲完之后，我们向西方向走，左边转渡岸。走到树的左边有一个。讲完之后向北方向走，向右边这里走过来，越多是要喝。在树前面有一个，接着向左边转，西南方向转渡岸，这里有一个，接着向西方向走，又有这丘丘人营地，南方向这里走过来，这是到海边这里有一个，接着我们向西北方向走。往下跳，飞渡岸，在雷种的前面有一道。之后我们就要向西北方向走，走到这瀑布的前面，这里有一道。有人正向东北方向走，这边爬上去，向东北方向走，这是深渊法师的，这里有一道，接着传送到神里护锚点处，出锚点向西北方向走，往左边这道门这里走过来。沿着台阶往前走，把这个雷种捡一下，然后往上飞，飞上台阶这里有两道，我们直接碰就可以了。接着雷种走往上飞，往左边探，往这个西南方向探，这上面有一道。接着往左边探，这碰完之后往左边探，这边还有一道。接完之后往东北方向走，北方向这里飞渡来。遇到的雷种子，到这里往上爬，爬上来这里就有一个。打完再往西方向走，西方向这里飞出来，往下跳，这里就有一个。接着往东方向走，回头往这东方向这里走，往左边这里飞出来。一直向前飞，飞到右边有这三棵树的时候，我们往下跳。右边有三棵这种大树，我们往下跳，下面就有一个。跳完之后，接着向东方向走，稍微偏北一点，从这悬崖往下跳，跳下这树的旁边有一个。跳完之后，我们往南方向走，往右边这里飞过来。上面这山崖上面走过去，在雷种子前面有一个。咱们之后我们捡一下雷种子，往前飞，往南方向飞，飞过来，在这雷种子后面有一个。接着我们传送到道奇城左边锚点处，出锚点回头向西方向走，从这里跳下来，然后左边探，这里有一个。然后之后我们回头。爬回来，沿着这个街道往前走，就是我们交任务这条街往前走。遇到这个桥，到这个树的时候往左边走，往这个北方向走，从这里往下跳，这个树的前面这里有一个。我们向北方向走，左边的树，我们往这边树这边走过来，从这里爬上去，沿着左边这样走出去，往这西北方向走，在下面这树的前面有一个。然后我们接着往西北方向走，往前飞，
这里稍微飞一下，就在树上有一道。打完之后往西方向走，这还有一道，接着还是往西方向走，在树的左边有一道，接着往西方向走。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也走到这的村头，然后往左边转，走到这的葡萄架的时候往左边转，在前面树底下有两道，行，这我们往上爬，上面还有一道。打完之后，我们向方向飞，朝着远处的七叶神像这里飞出去。飞出来之后往前跑，对着这七叶神像这里往前跑。这边有金点可以顺手抓一下，在这矿的旁边有一个。打完之后。往西南方向走，左手边这里走过来，遇到右边这个大石头，在前面树的这边，打完之后往北方向走，直接往北方向跑，对着视线里这棵大树一直往前跑。遇到这两只野服众，在前面大树的底下还有一个。接着我们传送到黄海下方锚点处，传送过来之后视角向东南方向转，往我们这个地图右边这里跳下来，往愚人洞这里跳下来，愚人洞营地这里，在愚人洞这营地的这下面，讲完之后我们向西反方向走，进入这个树林，直直朝西南方向走。有的草丛，在这草丛前面。捡完之后，我们向西北方向走，在这基端的旁边。捡完之后，我们向南方向走。直直朝南方向走，沿着地图上这条小路走。就沿着地图上这条小路走就可以了，在这小河的前面有一道。捡完之后，我们向东北方向走，朝着远处门走过去，东北方向走过来。上来之后，可以看到左边的瀑布，在这瀑布的右边。不必心急。就沿着向东南方向走，越过第一的狐狸雕像，在后面的狐狸雕像那边，在这三的狐狸中间有一道。就沿着向东北方向走，这上面有两道。就沿着向东北方向走，好像前面这座山。爬上来，在这凹陷这里有一个。捡完之后，我们从前面往下跳，向北方向走，跳入这大坑里面，直直往下跳，跳最底下。我们先把雷种子捡一下，右边这个雷种子先捡一下。捡完之后，我们向右转，东南方向这里有一个。沿着向南方向走，遇到这树袋，树袋后面有一个。接着向南方向走，这里还有一个。接着往右边转，西方向走过来，
它的边缘有一个。捡完之后向右转，东北方向这里走出来，那往左边探，北方向这里走出来，这里有一个，右手边还有一个。感谢大家3点多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！